怎么了？我这一逛街你就打电话，我一看珠宝你就发短信。别别，我说这真的有一笔生意，大单子呢。哼，三只猫还是五只狗？你的大单子不是猫就是狗的。怎么？选中了？喜欢咱就买呗。有点贵。贵。贵怕什么？只要我老婆喜欢，那就是他了。不就2800吗？先生，对不起，您少看一个零，是28000。啊，28000？你们疯了吧？28000卖个破石头，你们真敢卖？石头是石头，不过是非常珍贵和稀有的石头。我们这里每一颗钻石都附有珍品鉴定书的，保证是物超所值。物超所值，小姐，你知不知道28000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概念？他可以买4个纯种的松狮。讨厌，两个字毛。别人不知道你是兽医是吧？真是的，我喜欢。当然了，每个人眼光不同。如果先生您嫌贵的话，我们这里还有卖高仿真钻石的，您看。哎，对了，像我戴的这款项坠啊，就是高仿真钻石的，外行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。这两款项坠的做工和款式是一模一样的，可价钱可就差多了。我戴的这个呀，才800，实惠多了。真一模一样，你看看啊，800。爷，假的就是假的，这假钻石，丢不起个人。不是，关键是800呀，要不牛一品啊？宝贝儿，丽丽。丽丽，我不是说不买，我没带那么多钱，啊，不，没带那么多钱，但是带卡了，你让我说完嘛。你到底买不买？真喜欢。买。快，喜欢吗？哎呀，开票。啊，先生，请问是开800的还是开28000的？当然，当然是28000。啊？28000。28000？哦，好好好。啊，好，先生，请去收银台交钱。好，去了啊。算啥小东西呢？也就是买了一个小项坠儿。哎呀妈呀，28000呀！哎呀，别老说价钱，低调，不就28000吗？你男朋友对你老好了。还行，还是你头等舱的刘总吧。哎，换了，又换了，真是。现在这个姓牛干啥的？医生。还有个医院，手术刀，要命啊！厉害厉害！马上到，哎，回头于家管见啊！哎，好，拜拜。说好了。哎，是这28000，您这一点折都不打啊？先生，这是您的发票和珍品鉴定书。那小姐，项坠我帮您包起来了。哎，别，你等会儿，你就给我穿上吧，我马上就戴。对对对，给我们穿上，给，好，肯定很漂亮。喝点水。哎哎哎，小姐，您这根项链可有点细呀。细。这么大一个项坠儿，配这么细一根项链，我是怕有点不保险。你的意思让我换根粗项链？当然了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。至于要不要换，那是你们的选择。我们的选择是，咱不换了，宝贝儿。来来来，我给你戴上啊。咦呀，细吗？细，这要是换根粗的，肯定更漂亮。嗯，一品。哎，听到没有？
唱歌凑得更漂亮。是是是，换咱肯定是换啊。那但是我们不会在你这儿换。不是，服务态度太差了，那个你说没完没了。换个地方，换个地方。别推我，怎么上哪换啊？干什么呀？陆一平，我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们。完了，肯定是因为这。我说不买吧，你看，看你那臭心眼儿。完了，保护我！别紧张，在哪儿啊人？啊？在后头呢。你看一下。哎呦，瞧你那臭心眼儿啊！在哪儿？就在后头呢。这。就他，我借他个胆儿，就他这熊样，哼，还不知道谁抢谁呢。他把你吓那个样儿。行了，哎呦，我刚才把我吓死了。没事儿，什么了？给妈妈看。哎呀，你爸爸的鞋。洋洋，你看看你爸爸藏私房钱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？回来了，我做饭啊。站着。乖乖啊，不是叫你哦，你坐着哦，你坐着，你站着。你给我老实交代。交代什么？这个钱是洋洋找出来的。洋洋，你藏私房钱了？你肯定藏了。你给我交代，你全部给我拿出来，拿出来。洋洋啊，哎，正好37块。洋洋，那天妈妈买鞋子不是找不到钱吗？原来在这儿啊。正好37块。好悬，好悬呐！哎，洋洋，你要是再敢把我钱弄出来，我就拼。
又偷喝酒。都给我听着啊，济阳的狗丢了，谁先三天找不回我的狗，拿你们当狗养。干活去，干活去。小心小心得狂犬病。哎，到别处玩去。怎么你说我说你说到别处玩去。不许虐待动物，虐待动物是没有爱心的表现。老子今天气不顺都是让你们这帮小兔崽子给闹的。你们骂人，你嘴臭。我就是嘴臭怎么着。你还打算给他耍耍？来啊来啊。啥？揍他！你看，快跑！快追呀！追！站住！哪里跑？哎呀呀呀！追！嗨！什么一个两个几个？五个。金姐，哎呀，热呀！照这个速度跑，我在学校的体育考试早都过关了。胖胖。下学期体育考试的时候，我就请那两个狗贩子来追你。他们说涛涛有孤独症，那我们得帮帮他。怎么帮啊？我叫白云，我叫黑土，小哥们儿。孤独了，没事儿，咱俩给你整个软乎，逗你开开心，解解闷儿。One, two, three, go！ 你想快乐，你快乐；你想开心，你开心；你想快乐，你就快乐；你想开心，你就开心；你想快。
美女，看你的喽。成小狗呢，可爱吗？那个狗咋样？像是像，就是不纯。啥不纯呢？狗不纯。哎呀，你管它纯不纯呢？比咱俩纯不就完了？这是，你再不弄，小命都保不住了。这是，今天人多，不宜下手。你咋不宜下手啊？你这，我跟你说，乱将之中取上军首级，那才是英雄啊！没文化。管他有文化没文化，你动手吧，动你个头，动，听你的，听我的，好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就不爱带你出来，愚昧也是。我说今天，小姨啊，是我。哎，涛涛挺好的啊。哎，涛涛，赶紧洗手吃饭了，饭菜我都放桌上了。好喽，最后一个菜也烧好了。哇，好香啊，好香啊，好香！来来，涛涛，吃饭啦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虽然看这些菜的样子都不怎么样，可是味道很好的，真的。这个菜最有营养，涛涛，虽然我们今晚上都是吃素菜，可是吃素菜我们才能够健康成长呀。好啦，我承认，我做的菜和张妈做的菜在口味上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异，可是我的营养搭配比她合理的多。当然了，也不能光注意营养，口味也是很重要的。哎，有了小祖宗你就将就一下吧。哎，就三天，真的就三天，张妈立马就回来了。你到时候想吃我做的菜，我还懒得动手呢。到那个时候呀，今天这顿晚餐将成为你幸福美好的回忆。你也该同情同情我，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，什么时候受过这份罪呀？唉，现在可好，上班我是售货员，下了班吧是保育员，现在又摊上个炊事员，天下最累最苦的活全让我摊上了，也该帮帮我嘛。小祖宗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吃一口好不好？就一口，就一口。好，慢慢放下手臂，双脚向外打开，两脚之间与腕关节同宽，伸展手臂，身体向侧，眼睛看向手指尖的方向，身体呈三角形，伸展我们的侧腰部，抬起手臂向远处伸展，注意调节呼吸，保持好这个动作，慢慢收回，肩膀由前向后绕，吸气，呼气，慢慢抬起右臂，向侧伸展右边侧腰部，感觉侧腰部用力拉紧。今天的瑜伽课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老公给她买个坠儿啊，老漂亮了！哎，我看，我给你们看。
充其量也就是你男朋友。哎呀，丽丽，你老公不是你男朋友，肯定很爱你。还行吧，这坠儿啊是真不错，就是项链细了点儿。这项链细嘛，就是为了显得钻石大。可不是咋的，谁能一口吃个胖子呀？反正早买晚买，总要来。哎呀，丽丽，你可真是个高人呢，这呀就叫小刀子割肉，慢慢的来。就是啊。哎呀，挺好的一个事儿，都让你们说成什么了？走走，洗澡去，走。洗澡去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纽河那个店子，对，那敲门呢？没看这门关着吗？哦，嗯，蹲下啊，蹲下，我上去看看。我不吃饭了呀，蹲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蹲好了，哎，哎呀，你给我，哎，没用的东西，吃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哎呦，哎呀。哎呀哎呀，上！哎，我啊，让你上！我上，你上就上！好好好，那我就上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里面有人吗？这啥也看不见，你等一下啊！哎！住嘴！哎呀，你别说，这还真豪华啊！豪华没用啊！咋的？知道今儿牛哥为什么叫我来吗？感染，经营不善。哦，你没看这么大医院，生意都没有。哦，所以叫我来，哎，肯定是让我接手这宠物医院。哦，是真的啊！是的，我要接手这医院啊，那狗摊儿，哎，就交给你，也让你当一老板。哎，那谢你啊！哎呀，哎，哎什么？哎呀，好好当你的老板。哎，那牛哥长啥样啊？牛哥人模狗样，没事戴个眼镜，天天充博士。你说这。那简直就是一张臭嘴。哎，是他谁啊？他是跟我一块看狗摊的，这叫牛哥。你牛哥啊，牛哥，你说你能不能长点记性啊？啊，那张嘴，我说你多少次了？老规矩。哎，等等，让他打你。哎，打你打我，那我咋敢呢？这是牛哥让你打你就打，那我也不敢了。不是，那你打不打？我你想不想干了？不，你赶紧打！我怕呀。你怕啥？我怕打不死你呀！哎呀，我操！你怎么真打呀你？今天咋
把你叫来，就是想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你说说。问你一件事啊，你们俩想不想发财啊？哎，想发财呀！我提醒你们俩啊，做好心理准备。哎，好。你一会儿啊，吓上你们俩。你说好神秘啊！神不神秘？你们看看吧。哎呀，自动的啊！随便看看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这是做实验呢？这是啊，都是高科技。哎，对对，那好香啊！啥你？你哎，这啥东西？这是啊？这鼻子还挺灵的啊！啥告诉你们俩，好香啊！这是我亲手熬制的秘制牛肉汤。牛肉汤啊？对。我能不能喝点啊？这是就知道吃。哎，不是。来，大头啊，你刚才不是说想要发财吗？嗯，发财发财，这发财啊就靠他了。啊，靠他？我跟你说，卖狗是发不了大财的啊，是吧？嗯，可是你如果要按我说的来做啊，你就肯定会发大财。怎么个意思呢？一定要按我说的程序来啊！首先，当你跟客户谈好了狗的价钱，客户准备要买狗的时候，马上把我宠物医院的名片递给他。记住了，这非常重要，很关键啊！随后呢，就要趁着客人不注意，把手放进这牛肉汤里蘸一蘸，然后放在狗的鼻子前面让它一闻。你说这狗会不会舔？舔，它不舔我都舔。只要它这么一舔，就算是中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这牛肉汤它很特殊。哎呀，特殊啊，好香啊！这都什么特殊材料？你看有。发豆、果导、强力泻火丸，最重要的是我往里边放了一点病狗的粪便。这是您预定的进口货，300块钱一包。这是您预定的进口狗粮，煮好了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，狗最爱吃这个，美国进口，给狗补钙，全齐了。我可是要最贵最好的，最好一颗顶五颗，专治狗的骨质疏松，特别好。管用吗？管用。干嘛呢？脏不拉几的。哎，脏了我的衣服。哎呦呦，您看，这是一品宠物医院，特别好。您家的狗要有什么病，去找他，包治百病，特别好。真好。哎呦，本体有。哎呀哎呀，亲爱的，怎么样，很漂亮吧？你等着啊。先生，这是为你准备的白葡萄酒。为你准备的。讨厌，瞎整什么浪漫。还有呢。先生，这是您预定的鲜花。太讨厌了。还有更讨厌的。先生，买单吗？没有。再等会儿再说啊。是请找我。没排练好。想干嘛呀你？丽丽，我们要结婚这事儿被我妈给知道了，然后她把咱结婚的酒席都给定了，你说真讨厌。
一撇。啊。你呢，对我挺好的，我们同事都夸你。就是向坠儿，哎呦，他们老嫉妒了，都说漂亮。他们说漂亮算什么呀？我说她漂亮，她才是真的漂亮，确实漂亮。可最近我都不敢戴了，我老是提心吊胆的。怎么？链太细，你说是你送的，我又那么喜欢，真有个什么28000呢？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，是吧？是是是，要不这样的，你这次不是去济南吗？等你从济南一飞回来，咱们就去拿证，拿了证咱就换一个粗的项链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不领证就不可以拿项链了？不不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你看你，我到底是先领证还是先换项链啊？那肯定先换项链，这多重要啊。真的？真的。骗我呢？骗你是小狗。哎呀，讨厌，老是猫狗的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不，错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要骗你，我就是萨摩耶。嗯，萨摩耶是什么？一种雪地犬。讨厌。来，快点吃，吃完了我带你去兜风。牛哥，半天是你们两个，你说是差点撞着，知不知道？牛哥又换了一个啊！啊？什么呢？我换了一辆车啊！车？他说的是车，宝贝儿。讨厌！我们找你呀、啊？找我干什么？哎，瞎比划什么呀？他被狗咬了，求你打一针。哎，他说你打针便宜呀、啊。你再不给他打针，他就要咬别人了。哎，你们俩闹不闹他？你说。我不是吓唬你啊，你再不去医院，一会儿得狂犬病。啊，快走！哎呦，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啊？他被狗咬了，我没法治；他要咬了狗，我能治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就属你跳得好。我跳得好啊！哎，那是啊，跳得好极了。来，珊珊，凉快。怎么样？凉快吧？来，吹一吹。行啊，洋洋爸，这老婆可以啊。乐意，我气死你。我可不生气。哎，洋洋呢？在那边玩呢。你别把人家弄丢了。丢不了，你看，来，再来两下，来，过来，再来一遍。哎，洋洋爸，这狗不错呀，每天吃不少吧？养不起，卖给我得了。卖给你？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这狗啊，在我们家比我地位都高。你要牵走，那还得出人命。
有那么严重吗？好不？哎呦，回见去吧。姐姐实在来不及给你做早饭了，这个钱你拿着，待会儿你到小卖部去买点吃啊。涛涛乖啊，你在家的时候别让陌生人进来。哎，出门看车，我走了啊。这个月金优达这没来，啊，怎没来呢？好看吧？好看，挺养眼的哈。嗯，是。在家没看够啊。别闹好吗？洋洋呢？我在这儿。啊？起床啦，牛！耶，丽丽，人呢？丽丽，牛一品！哎呦呦，宝贝儿，呦呦呦，你怎么的掉下去了？啊？你怎么跑那儿去了？哎，看看怎么样，一模一样吧。我说个事儿，你别生气。什么事儿说吧，你看你先说不生气。我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。项坠丢了。啊。项丢了。你不说不生气了。哎呀，你找了没有啊？有了。不是，哎呀，宝贝儿，那啊！你别找了，我都地毯式搜索过了。不是这。没了。哎呀，那可是28000呀！我也知道呢。
怨你，都跟你说链子系的不安全，你呢因小失大了吧，你个小气鬼。哎，你把项坠丢了怎么怪到我头上来呢？我也不是有意的呀，我的项坠。那是我的项坠。我的项坠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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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项坠。哭起来像拉警笛，你让别人听见以为怎么了呢？我的项坠，项坠丢了就丢了，好不好？只要人没丢啊，东西丢了还可以再拿。真的，一品啊，你对我太好了，那天底下再没人比你对我更好的了。我说什么了？那你说呢？东西丢了可以再买啊。你想什么没事儿呢？我的那是28000还再买，你想去吧你，我这个还没找到呢。牛一品，你冲我喊什么？哎，就是一破项坠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再说了，那细项链是你不让换的啊，你个小气鬼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项坠的问题了，它直接反映着你到底爱不爱我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就这还结婚，美死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跟你分手，明天就换个新的，后面一个排的人等着我呢。不是丽丽，我不是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飞济南，3天以后回来，3天以后你要是没有项坠，您就跟他结婚吧。再见。丽丽，我的28000呀！你是一条流浪狗吗？你有家吗？你愿意和我交朋友吗？如果同意，你就跟我走吧。睡觉了。哎哎，你怎么开的车？哎，小哥你开。
那是不是咱昨天看中那些狗啊？哪儿呢？呀，这个小孩旁边那个。哎啊，那不是昨天跟咱捣乱的小孩吗？哎，对，妈先揍他一顿再说。妈狗。啊啊，对不起，先抓狗，要不然那王胖子要咱的命了。你去抓狗，我来对付那孩子。还我抓狗啊？少废话。哎，好。又见面了啊，小孩！哎呀，小孩，今天不找你麻烦，找狗的麻烦。别叫唤啊，跟他走，吃香的喝辣的啊。小孩想贿赂我，留着买冰糕去吧。抓狗。追呀追呀，怎么不变啊？别着我！哎呦！哎哎，看，有人在追涛涛。累不累呀、啊？哎，累呀、啊！坐下歇会儿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！哎呀！臭小子，我弄死你！你来呀、啊，来、啊！哎，进攻！我中弹了！哎两只眼，哎，我说，你看你总这么唱，唱得我心里乱七八糟，不唱了啊，好不好？哎。杨家妈，你可想开点啊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好好找哈。你别忘了要唱。你放心吧，我就是走遍天涯海角，要把洋洋给你找回来。
干吗你？你干吗？素娘。哎呀，算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项坠呀，就是高仿真的项坠，这两款项坠的做工和款式是一模一样的，可价钱就差多了。我这个呀，才800。救你了，多少钱？先生，哎，您再这么胡说八道，我可叫保安了。对不起，误会误会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我要买你戴的这种仿真项坠。这款呢？对，卖完了。那，把你这个卖给我好吧？私人物品不卖。哎，28000的还有？不是，这个没你这个像，就它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您不是买了个真的吗？还买这个假的干嘛呀？我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，就算你帮帮我忙，我着急，好不好？我态度不好，您跟我讲过什么呀？呦，对不起，我上次不该说那种话。那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好像跟我说是800吧？好，咱凑个整。900行吗？啊，1000，就1000了。不卖。不，小姐帮帮忙，我2000。哎呀，先生，您就不怕您女朋友带上这个假的，丢不起那个人呢？您记忆力真好，我这是他当时说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他怎么能那么说话呢？是不是？这样，小姐。我这总共是4000块钱，全拍到这儿，卖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小姐，你今天要是不卖给我，我就不走了。走，你也肯定不卖了啊？那现在保安都配警棍了。
找狗呢。嗯，贴了不少了吧？100多张吧。狗找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啊，那把罚款交一下吧。嗯。交多少？1张5块，100多张，交500块钱吧。啊？哎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晕。你贴的时候怎么不晕呢？啊？这我来交钱。我这没那么多钱呢。没钱？没钱能养得起狗吗？你看，我真没钱呢。你看这，你看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，你看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啊，下岗的，这闲下来吧，就捡点卖。这个给我。哎，好。不许再贴了。是是。只要瓶儿，天热。哎，别忘了把那些都借了啊。老爷子，找到没有啊？找到没有啊？为了贴寻狗启事，差点没让城管罚了款。多喝点儿。喂。贴狗的广告，嘘，城管的。没有，我们没有贴狗的广告。狗养狗，我没有养，没有养狗。什么？啊，26号楼的涛涛，不认识。嗯，我们真的不认识。哎，好好好。宋洋洋的。有人吗？他里头，嗯，有没有人啊？小朋友啊，这是涛涛的家吗？是啊。你们捡了一条狗？对啊。哎呀，小朋友啊，那狗是我们的，还给我们好不好？它叫洋洋。洋洋。洋洋。狗是我的。快开门，我们进去，好不好？你怎么给我们开开门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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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朋友，让我们进去吧，看看。那么说，狗主人既然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我们就应该把狗还给人家嘛？啊！可涛涛太喜欢那小狗了，他不肯还人家。人家老妖狗还叫出他的名字，那小狗叫洋洋。哎呦，我是哪根筋搭错了？4000块钱呢？哎，小爱姐姐，小爱姐姐，哎，姐姐，姐姐，小爱姐姐，姐姐。啊！哎。是人家的东西，我们就应该还给人家，这样才是好孩子，你说对吗？就是啊。哎呀，淘淘，我听姐姐跟你说啊，淘淘，小狗真乖啊。要不我们把狗狗还给人家，我们自己也去买一条。不，我叫洋洋。
么是你啊？呀，这真的是你？你倒是，后悔了是吧？没关系，还是四千，后悔咱也四千。哎呀，你快别说那个项坠了，让狗给吞了，你赶快给拿出来吧。就被他吞了？嗯。就你戴着那个仿真项坠？对呀。啊，他吞了。哎呀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这是你们家医院？哎，对对对。那院长是？是我。医生呢？是我。护士，还是我。这你真能给拿出来吗？拿出来肯定没问题，不过这个诊疗费可能会贵一点，不会低于四千。啊？别急，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你看行不行？就是我把这项坠掏出来，这项坠就归我，你看，啊？哎呀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下的事都能成。宝贝儿，待会儿别急啊，嘿，你喝了我这泻药啊，嘿，你就拉吧啊。哎呀，来，味道好极了，赶紧把我的项坠拉出来。其实，自从我们涛涛遇上你们家那只狗以后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真的是好了很多。是，你们家他的精神状态好多了。嗯。可我家老伴儿，这回精神病了。你看看，你看，好了好了啊，好了。而且啊，还有越来越重的趋势。宝贝儿，姿势都摆好了，那就拉吧，啊，我等着呢。真乖，痛痛快快的拉啊拉，拉呀拉，拉呀拉拉，拉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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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呀拉。哎呀！好，这说明快了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宝贝儿，来，哎，加把劲儿。房间拉不出来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咱出去了啊！哎呀，没想到你这么讲卫生呢。走走走，来。叫你就知道叫，你倒是拉呀！
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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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
出来！哎哎哎，干什么呢？林院长，刘医生，刘护士，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干什么呢？你们？洋洋怎么样了？哦，是你们呢。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，那个，他需要一个过程啊。别急，都回家去吧。啊，要说急，我比你们急。走走走。 我项坠呢？哎，项坠呢？哎，现在的年轻人比咱们年轻的时候觉悟差远了，他们心里只想着自己。 这是社会的功德与不顾。老刘，你说的不对，我不是诚心要给你抬杠。你看，那边那个年轻人，每天出来清理股份，多么强烈的环保意识！咱们年轻时能做到这一点吗？你牛哥，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那两条腿的女人不满街跑。说什么呢？你这咋说话呢？这是。就是，人家牛哥那是。 伤心纵身难眠的，温世俭，情为何物？恰似一行白鹭向东流啊！你看着没有？乱是乱了点，这我就是这种心情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们不知道啊，我现在是一到晚上，把眼睛一闭上，唰唰唰唰，全是粒粒，人都有点恍惚了。昨天晚上，耶，咋的了，牛哥？ 哎呀，不是不是，把我吓死了！我刚才看，咋了，牛哥？完了，是人不废了吗？我天哪！牛哥，看你这样，我心疼，我也心疼啊！啊，你疼你疼！牛哥，你稍安勿躁，我可以帮你。什么帮啊？ 电影里鬼子用的那个扫雷器，好使吗？好使，真的，真的，我不知道，肯定好使。耶！ 起来！哎呀，哎呀，要命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瞧你们俩那点出息！哎，出息！遇到事情要稳。哎，遇到事情要稳。别学我！别学！哎，杨子，看见没有？啊！
很有可能啊。啊，去翻开看看。哎，好。啊，去翻开看看，就是我呀。哎呀，是个通死儿啊。哎，你看是个通劲儿，通死儿啊。哎呀，干不了这，让开。昨天还好好的，这干嘛呀？这是。哎呀，好像他是在找什么危险品吧。真的呀！哎，你得抱紧你的小狗啊，这万一要窜出去，得崩你一身血。哎呦，那咱快走吧。跟着他净捡狗屎，就累得狗呛啊！这，哎，我给他打个招呼啊！哎，打。哎，你把项坠给弄哪儿去了？我听不得你，你就给弄哪儿去了？我操！这项坠取出来了吗？取出来了。啊。他拉哪儿了？他也不告诉我一声。哦，那这狗牵走吧。哎呀，谢谢你啊。我跟你说啊，刚才徐家队赶快做，别到开学工作上得做，听到没有？跟你说话呢。行为太感人了，我得向你学习，我也捡点狗粪。再见啊。哎，真的从来没见过涛涛这么高兴。厉害了，怎么说还出动了呢？哎呀妈呀！
呀，经理老实人，没你们家刀客腿牛厉害。哪儿啊？那到底后过杨柳？丽丽。哎呀，说曹操的。嗨。哎呀。你看看生气那样子，当当当当，真买了？当然了，我还特意给你换了一根粗的链子。我看出来了，哎呀，你快给我戴上。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太漂亮了。轻点。讨厌，有人吗？那有什么？轻轻。晚上六点来接我，听见吗？听见了。哎呦，我知道。你大声点儿。遵命。哎呀！大叔，今天又来看什么呀？不是看，今天我买。哟，您要买什么呀？我给您做介绍。就是我总来看的那款，可是怎么没有了？您是说这款吧？对。哎呦，大叔，这款可卖完了。真的没有了？真没有了。不过这两天就会到货的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错过了今天这个日子，意义就不大了。今天什么日子呀？是我和我老伴结婚25周年。大叔，您等会儿啊。来，大叔，给。这我不能掠人之美啊！哎呀，大叔，这个本来就是我自己买着带着玩的。你看，您和阿姨对涛涛这么好，我一直挺过意不去的。这个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吧。哎呀，这可太谢谢你了。没事儿。啊，对了，大叔。好好好，那我就听您的了。谢谢啊。屈膝。眼睛向左边看向手指尖，抬起右臂，保持这个姿势，注意呼吸要平稳。今天的瑜伽课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
我认为这个钻石是假的。宝贝儿，还没到时间呢。牛一品啊，我问你，这项链你到底从哪儿弄的？不是，是这样，你听我慢慢解释，别生气啊。编啊，不是你接着编呢？没有，我真没想到啊，你连我都骗啊！没有，丽丽，你这假项链今天让我丢脸丢尽了。那这样，我进去，我跟他们解释好不好？跟你自己的假项链解释去吧。不是你这个骗子，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。不是丽丽，你听，不是滚，丽丽，滚！累了吧，丽丽，丽丽。快点儿。慢点儿！哎呀，搞点儿！你还真把自己当老大了啊？啊，你还不愿意呀？好好好。这谁是老大？我是老大。哎呀，哪里是老大？还我的弓！还我的弓！哎呦，别看你！哎呦，别看你！哎呦，哎呦！老头子，你今天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怎么了？今后我们不过日子了？猜猜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啊，洋洋的生日。不对，再猜。啊，洋洋的收养日。怎么净猜狗？这回猜人，猜是咱们两个。人有啥好猜的？我也没有什么，你就更没啥了。你呀。跟你说，今天是咱们结婚25周年的纪念日，是吗？哎呀，是今天啊！你再想想，当年咱们两个结婚的时候，你最想要什么东西？我想要项链上的一个项坠。哎呀，可是太贵了，我们没钱买。蹦蹦蹦蹦！钻石的，很贵啊。这是啊，这是仿真的。哎，不过我可是没从家里边拿钱。这2-3年了，闲下来的时候我就捡些废品卖。我倒是觉得。这样攒下的钱，给你买礼物，更能表达我对你，我对你感情。这个不会说。
还是你有水平。这些年日子过得艰难，让你受了不少苦。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，也没让你过上像样的日子。什么像样的日子？有个人在边上知冷知热的，那就是最像样的日子了。是，有你这样的女人做老婆，当牛做马，我都愿意。老头子，你等等，来，转过去。老头子，你看，你不是一直喜欢这个花花票子吗？我一直不让你买。那这十年的合订本，你喜欢吗？喝杯酒，烫一下。